有些东西你能看到，是因为有人想让你看到。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交错的街巷，这城里某个我尚不知晓的角落，便是他的蛰伏之处。 人性掌握权力，他会失去控制，是他们的人性把它变成了这孽孽欲。狄仁杰，去帮我找到真相。 没有，一有事再来吧。唐三再来一次。哎，好过瘾呢！再笑一遍。我认为。